空一八第二十一届国际软式少年棒球邀请赛，自二十一号开打到二十七号，有来自国内外228支队伍进行七天304场的激烈奋战。比赛结果，五年级组由日本东西队获得冠军，亚军台北市南横 A 队，季军台中市六兴国小两队，定军新北市台风国小。今年级组由日本新四队获得冠军，亚军新北市台风国小。季军日本选拔研究队，电军高雄市南洋社区消防队。主持闭幕典礼的嘉义市长黄敏惠表示，这项比赛培养出真多明星选手，更希望养成学童正当休闲的运动精神，鼓励嘉义市的小选手爱快乐拍球，希望明年比赛能拍入前四强。曾经有许多职棒的好手来到这里的时候，伊讲伊伫囡仔时代嘛捌来咱嘉义参加足球三杯，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国手的一个最好的摇篮。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打造一个最好平台，让咱的囡仔爱共球，将这运动当作是一个很好很快乐的休闲运动，让他养成团队的精神，让他有运动家的精神。我相信这就是咱教育重要一环，李家也因为有这么多的国内国外的球队来到这里，这就是我们的运动经济的一环。我们相信，这未来嘉义可以推动的运动经济、拼经济、运动经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市长黄敏惠表示，举办这场国际性的校棒邀请赛，除了让小选手会使展现平常时练习的成果之外，也希望透过互相交流，获得更宏观的国际观。但比赛有输有赢，小选手更经由比赛的洗礼，可以培养出真正运动家的精神，也期许大家能持续努力练习。大家相约在2019年第二十二届足球三杯少棒赛再次相会，并期待再创佳绩。新新闻张顺佳是采访报道。家乡广告设计科学生以家己在地特色为主，结合文创设计，让新生代的创意表现发光发热。运用家己在地元素作为创作题材，主要的作品有朱楼北景、用纸雕灯具设计表现家己出名的景点；朱楼城隍以城隍庙为主题设计 Q 版的神明公仔，让严肃的宗教信仰趣味化，拉近和民众的距离。老家的故事，即介绍活动在地的老房屋，让大家了解国际保存的价值。其他各作作品也拢能展现年轻学子的创意，用心呈现学习的成果。有创意创新的孩子，我相信他们将来绝对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所有好朋友，到这个礼拜六29号，欢迎大家能够到家乡来参观广告设计科的他们的成果展，很精彩哦。尤其我们在地的有很多产业，你知道吗？他们已经偷偷用您的特色发挥想象，然后你有很多可以运用的商品哦，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欢迎大家，家商真的很棒。好，其中制作专题展的黄小倩同学，今年参加全国商业队学生技艺竞赛，拿下电脑绘图组第一名，已经确定出任保送国立科大的入学资格，并将获得国教署推荐参加海外十二天的研习，教育部专业补助所有费用。黄敏惠十分称赞学生运用在地特色的发想，并讲到看见每一件学生的作品，拢看见台湾的未来。感谢学校老师一路扶持，鼓励学生透过分享，勇敢地去追求理想。新新闻张顺佳是采访报道。2019年跨年晚会比卡斯更爱比感受，嘉义市今年的跨年迎着在地风情。嘉义市政府举办宣传记者会，除了三部晚会活动稍会体育场举办，结合着在地美食、工业、文创刺激，阁有在地的街头艺人，结出团队，含来自全国知名的乐团、青春歌手大汇演。嘉义市长吴敏惠嘛亲自来欢迎大家人，邀请大家做伙来嘉义佚佗，全家一起来。今年不但有我们很优秀的年轻人返乡来表演，
更重要，他带着他们的歌声，带着他们的才艺，来让大家看到我们嘉义人的光荣跟骄傲，更有外地的很多天团一起来到这里。所以这么精彩这么好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来倒数。还有很重要，记得带着你的身份证进来，因为我们有12辆电动机车要摸彩哦，不要错失良机。在这里呢，真的很感谢勇妈拼经济，我们借由节庆来拼经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就像我们讲的，真的有人潮进来就有商机，有商机就有钱财，这就要有钱潮，钱财流进来，人才留下来，让我们所有嘉义人一起发大财。谢谢大家，一定要来哦！从2019年来嘉义跨年，暗会开始由资深嘉义的艺人 Gino 搭配着陆炳新、黄轩共同来做主持人。演出团体有金曲歌王许书豪、花甲男孩转大人当中的阿伟、方奇伟，入围第53届金钟奖戏剧节目女主角奖的严正男。台语唱将董玉君、杨金华，刚伊在第一乐团美秀集团，啊，甚至是由市长吴明辉含专访为的女性级歌手李健呐，含大家正规跨年迎接2019年。当天因暗7点开始跨年晚会的转播，同时佫提供12台的电动卡达车，和现场摸彩，绝对会和嘉义的新年美愈换愈老者。最新新闻，就听从吴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在浙江团团长万培杰的带领之下，在团发言葫芦政策推动发展文教基金会的浙江，在28号时来到嘉义市政府拜会新科市长吴明辉，受到吴明辉和市府员工热情的迎接，双方更互相的加油打气，伫咧各自的领域拢会当有持续的表现。市长吴明辉嘛，借着这个机会向浙江团的成员来行销嘉义市。我最好的朋友志工团一起来到嘉义市为我加油打气，也来这里来为我们看看敏慧在这边，我想这是很重要，一起来拼经济。那所有的勇妈站出来捍卫家园，嘉义市呢，我们本着卡诺的精神永不放弃，让嘉义这几年来的我们的经济能够再一次的重振起来。看到所有好朋友来到嘉义，对嘉义的好感，我们说嘉义市不缺少美，缺少发现带着他们，我们希望他们以后能够再带更多的好朋友一起来这边，好吃好玩好快乐，让大家能够更开心。所以好朋友来一定会一来再来，会的，我们会再来的。我们全力支持黄市长。谢谢。市长吴明辉强调，嘉义市是一个小但是真水的城市。嘉义市结合着公私部门的力量，保存旧又建旧，都是鼓励民间业者运用创意的方式加以经营，加入青年的创意发想，和整个嘉义市活化，也欢迎来自全国民众会当多多探访，发现嘉义市的水。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主席一年一度的岁末感恩会在29号举行，会中竟播放一年来主席在全世界行善的记录，竟亲临泰国、寮国协助救灾。影片中看到小朋友受到天灾影响被照顾的景象，也让到场参加的嘉义市长吴明辉非常感动。市长吴明辉表示，主席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善行，竟有广大的志工在每一个地方付出，将善的力量传散到全台湾、全世界，而这力量正是爱上基本的典范。52年来，师父然后所有的慈济人，在全世界五大洲一定都有许多的善行，大家的志工真的所有的志业，这样为社会在服务，我想这是台湾的力量到全世界各地去，也看到当台湾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世界的人都对我们的关怀，世界的和平就从内心的爱包容开始做起。主席岁末感恩会在该地区举办6场，分别在29号、30号举行。感恩会也将发送福会年年红包，期盼大家在新的一年拢会使得到祝福甲幸福。新闻台闽台市采访。不得。
今年嘉义市跨年晚会回到体育场举行，从下晡两点开始，在会场周边就有120个摊位甲文创市集。下晡3点开始，连续将近10点钟的精彩节目演出，除了会使欣赏艺人团队的精彩表演以外，同时也满足来甲参加活动民众的腹肚。上午，嘉义市长黄敏惠特别率领市府团队祈福，祈求活动圆满成功，也祈求市政顺利。不过局强调，除了知名乐团甲艺人精彩演出，更有12台电动自行车的摸彩活动，将伫暗时9点半抽出身份证最后2号的号码，呼吁民众爱记得带个人身份证前往参加。新闻台民嘉义市采访报道。今天一片德胜欢呼声当中，2019年正式来到，早花对天顶飘散，降下来，营造浓烈气氛。有人真激动，拥抱伫边啊的朋友和亲戚，热情大喊 Happy New Year， 将这场跨年派对的气氛炒到最高点。嘉义市的跨年晚会今年所会体育场举办，现场安排文创市集，阁有美食小食，同时阁有知名的歌手和乐团轮番上台演唱，吸引数万名的民众入场同欢。嘉义市长吴明辉、市长曾宏安到现场，宣誓2019年嘉义市将要全力来拼经济，好市民安居乐业，过好生活。遮侪人拢入来嘉义，大家佚佗，大家拍拼，大家伫这一家吃喝玩乐，我想这样的假期经济代表了嘉义就是一个重要的新都心。我们要一起来努力，我们用什么努力？打造嘉义的品牌，嘉义我们要创造百大品牌，拼经济，让百种幸福在嘉义，好不好？咱绝对有信心吗？让我们一起迎接2019年，用我们的乐观，用我们的勤奋，用我们的努力，看见未来的希望。嘉义市今年的跨年活动有5项创新，包括地点、山会体育场提供市民更加舒适的观赏环境，更加广阔的表演空间，同时首创9点半钟无中断马拉松式的精彩演出，演出的阵容真坚强，有22组的团队演出，其中有18组是嘉义在地的艺人，活络在地产业，会场周边有120大美食小食，让欢乐的气氛更加浓厚，同时准备着12台的电动卡达车。提供给民众摸彩，心意满满，要好到现场同款的民众喜气洋洋，正会迎接2019年的来到。最新新闻，张玉明、王秀璇、嘉义市彩虹报道。迎接全新一年的来到，嘉义市政府透早7点准时伫咧市府头前的广场举行着元旦升旗典礼，由嘉义市幼师服饰童军团担任副旗手和升旗手，红人女中合唱团演唱国歌，议员林子楚、陈家平、王美惠，阁有报台位拢出席参加。嘉义市长敏惠嘛，带着妈妈到现场，会场一片的旗海飘扬，气氛十分欢乐。我更要感谢所有的乡亲。因为有大家，敏慧站在这里，只有深刻的感受到很重、很重、很重的责任。这个责任让勇妈跟着大家，必须要勇敢向前走。我们要往哪边走？我们要一起来拼经济，一起来让人民的生活安居乐业。我们要让我们更正向的能量发挥出来，所以正派善良的力量就在我们嘉义，让我们用更热情、更乐观、更正派、更善良的力量，让我们孩子有一个善良的好环境。今年元旦升旗典礼结合着更加路跑活动，希望吸引更多的市民参加，要用运动促进健康，和运动来提升着经济产值。只要民众参加升旗典礼，同时更加行完全程，得到换着一个环保饮料袋，吸引真侪民众全家总动员来参加，用健康和活力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来到。最新新闻，中国兵王小帅，嘉义市彩虹报道。
2019年第一天透早，江宜市长吴明辉特别来到经过新社和市民朋友做会升旗，真侪荣民爷爷、眷孙奶奶拢特别一透早就起床，早就各自参加，现场充满欢乐的气氛。市长吴明辉在致辞的时阵，特别祝福市民伫咧2019年大家幸福久久。我们更要用心用爱来守护这里的家园，因为这边所有的长辈都是曾经守护我们、守护这一块土地最勇敢的勇妈，对不对？还有勇妈的后盾，对不对？正因为如此，让我们觉得我们更要守护它。我们每一个局处都会动起来，做一个守护大家最重要的后盾。我们也会跟我们在地里长、跟社区的理事长、跟我们协会的所有的好伙伴结合起来，一起来守护。我再一次的感恩。欣赏精彩的社区妈妈表演之后，市长吴明辉特别为三地嘉义眷村署来告白。吴明辉强调，眷村是人情味上高的所在，眷村的点点滴滴拢是历史，拢是文化传承，和大家做伙用心用爱来守护，和眷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会当成为嘉义市上佳丰富的人文资源。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受到南方云系水汽影响，各地温度偏低，早晚温差大，后尾少患有心血管疾病患者食袂消。嘉义卫生局表示，因为天气寒，血管压力变大，心脏容易欠缺氧气，呼吁民众透早起来一定要保持身体温度，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更爱注意。另外天气寒，民众爱食火锅、姜母鸭、麻油鸡等食物暖身。卫生局提醒民众，有慢性病以及痛风的患者，应该少食，以免影响血压以及血糖的控制，引发痛风发作。天气冷热变化大，或因为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就诊的患者增加，呼吁民众一定要注意保暖。若需要食药的慢性病患者，要按时食药啊，维持良好的生活作息，做好保健措施以及疾病预防。新闻调民间市采访报道。嘉义市草花协会岁寒花勇一度会馆内，涵盖着花道池方、古流松藤会、中华花艺、欧式花艺四个流派作品，得有100盆。各流派对花型、插作手法表现的意境，拢有特殊的趣味。会计老师利用着地主人的素材，保留着岁月寒冬的气息，传达季节的绝美风景，嘛好挥舞中华，再次来触动生命的美丽惊喜。29号举办。开幕仪式现场就吸引真侪嘉义会的民众到场欣赏。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意境，但是所展现的都是一个美，都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艺术。所以我希望说，花道其实可以跟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哈。人家说好花不常在，那这个花艺展呢，也只有展到明天30号为止，只有3天。那希望大家所有喜欢花艺的朋友们，踊跃来到文化局的4楼展览室来参观这次的展览，真的会赏心悦目。谢谢。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大众呢，来再趁这个元旦年假，然后来到文化中心来欣赏我们的花艺，那欣赏我们嘉义市插花协会4大流派不同的插花的形态，那给大家呢一个生活的美学，让大家呢在我们的嘉义市呢有更好、更多的一个艺文的欣赏的空间、欣赏的地方。嘉义市插花协会欢迎大家到现场来参观展览，感受生活的乐趣。不管是温柔婉约，或者是闹热华丽，各有自然趣味，一定拢会让大家有和以往完全无同款的生活感受。因为花期有限，嘛敬请嘉义会的民众爱帮阿弟弟三工的生活期入场来欣赏。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山嘉义市彩虹报道。
嘉义市政府推动深度的社区文化之旅，今年度特别透过着社区营造培力课程，以市民心意和参与学艺生的讨论方式，票选出优定方案设计。伫咧一月份的每礼拜日，分别来推出着三铁廊道、二通泰徐、一日铁道员，搁有天下卡努等等，分别具有特色的文化之旅，邀请民众做伙来遮佚佗。文化部一直都有一个推动文化平权的这样一个概念的政策啦，那当然也要感谢这是罗姐有这样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参与式民主声音式民主的一个课程社区的一个课程当中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刚好以他这样的发想，我们来落实这一次、我们这个逃城无障碍跟文化平权的小旅行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把它推动出来哦，等于也是提供我们这样无障碍的朋友哦一个方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旅行的一个课程这样。对，在今年度的优定规划经特别考量的身心障碍者嘛，应该享有文化平权，特别伫咧三铁廊道二通探寻两间优定当中，纳入着无障碍的优定设计方式，希望好更加侪的身心障碍者做伙来家己佚佗，未受到阻碍。城市建造的这么完美，无障碍设施做的这么好，那为什么我们的轮椅族呢没有办法去走一圈，不能好好欣赏我们嘉义市的美？所以就是我的发想，所以我就提案。那提案的话，想不到我们的社造朋友们都很热情，都说没有人提过这个案哦，我们可以试试看，试试看，居然通过呢。还好这次是文化大家什么通力合作了哈。那这次无障碍旅程有两条路线的话，是包括15部轮椅，然后15位陪同。如果你有陪同的话，像电轮的话，或者你是手推轮椅，旁边有一位陪同帮你推轮椅。然后我像我们电轮，我是可以独立行走，就是不用陪同。但是我们也欢迎那个直立人啊，一起报名参加。面对着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的挑战，搁有身心障碍者文化平权的需求，嘉义市政府文化局对文化旅行的优定规划开始纳入着民间的声音，共同规划参与义诊和政策，希望逐步来迈向着优胜和进步的城市环境，好嘅文推广更加无阻碍。最新新闻，就丁孙王先生嘉义市采访报道。来自嘉义地区北京学校的苏醒代表，在26号上午在创世基金会嘉义院，将募集到的经费送给直播间家属和韩叔，同时向精神中手里的一些红包，搭上汇集祝福的地图顶头，希望用行动力来力挺着弱势的朋友，让因在年关将近的时阵，感受来自社会满满的温暖祝福。创世嘉义院嘛，特别来准备着感谢的金旗会上。感谢各校全体苏醒总动员来献爱心。那嘉义场的部分呢，席开85桌，我们预计邀请850名的植物人家属、单亲妈妈，还有街友及独居长辈一起来参与。希望各界一起来支持这一份温暖的活动。无论您是一份应急的红包，或者是认助我们一桌的餐桌，都可以让他们在农历年前可以温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那种感觉。直播间相会毫不计第29届韩苏甲巴30杯给嘉义场，准备伫咧1月27号伫咧原本嘉义市固定会的广场来办理，预计要来开85桌，邀请850位的弱势朋友参加。现在总共募集54万外，有缘需要各界持续支持响应，共享盛举，做伙来赢走过年应急的红包500元，赢得5000元，好弱势朋友会当伫咧过年进前享受一等温暖的团圆饭。最新新闻就听孙王秀算家里起彩虹报道。小朋友将球传给家长，交由家长射门入球，完美的配合，让亲子间的感情越来越好。你为了孩童甲家长会使体验经济新时代的多元才艺甲运动。由嘉义魔力动能国际公司举办的2018年 Family 公益活动，历经日间文创园区热烈登场，现场超过600位民众共享盛举。主办单位希望借由活动的举办，会使让更多人投入新时代运动的行列，借此提升小朋友实施更多多元才艺，引发他们的创意卡斯。魔力已经在嘉义
这个地方已经经营了十多年的直排轮教学了。那我们第一次在文创园区里面，我们结合了许多我们原本就已经进行的体能活动，还有直排轮的活动。那我们这次的关卡里面安排了羽球、足球，还有曲棍球。那我们再结这些动态的关卡，再结合一般像我们莱恩魔术，还有直谷的嘉义教室，还有他们园区现在目前拥有的动漫100，还有李博弈的光彩世界，这些关卡融合进来，让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去闯关，让大家感觉更有爱。你这一次活动更特别邀请晨光智能发展中心的家庭作为加入，让孩童会使行出户外体验无同款的运动。在活动在福田福基金会以及嘉义亮点旅店的支持之下，全程免费，也吸引真侪人到场参加。现场其实充满欢乐以及温馨的气氛。新闻调频台记者蔡宏报道。阿里山山区偏乡路途遥远，医疗不便。天主教圣玛丽堂病院伫阿里山的医疗站医护人员，常常需要陪同病患落山进一步医疗，因为体谅病患看病的无方便，如做中央护轮社及各护轮社等社团发动募款，募集自动心肺复苏机、自动体外驱颤器以及生理监视器等紧急医疗设备，并在日前关头圣玛丽堂病院阿里山医疗站由院长陈美惠代表受证。在马尔蒂医院，在民国86年就成立了医疗站，是全台最高的医疗站，也是全年无休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服务。所以一个小小的医疗站，当然比不上我们的嘉义山下的这个医院。那我们今天接受了全球性的这个国际胡伦社呢，他们捐赠的这个心肺复苏术的这个仪器设备呢，对我们偏乡的医疗设备能够救助急性的病人有很大的帮忙。圣玛丽堂病院院长陈美惠感谢各胡伦社社友，同款秉持着待有需要就往大企的精神，投入医疗资源和偏乡山区，关怀偏乡族群的医疗服务，也希望正器材加入之后，将会提升救护效率，增加患者的存活率。新闻调频台记者蔡宏报道。